原标题：十九世纪末日本老照片，艺术家的深情的弹唱。鞋匠正在修木屐。十九世纪末，铃木新一为一家名为远东的外国新闻杂志拍摄了日本的照片，保留了大量日本真实的照片。这些照片通过人工上色以后，焕发出原本的光彩。这是日本的音乐家，更确切地说，应该是一个弹奏演员。他穿着木屐，正在深情地弹唱。日本横滨一个年老的武士，他左手拿着武士刀，右手是一把纸扇。虽然年龄有点大，但是目光却很犀利。展开全文：19世纪70年代武士盔甲男演员，他并不是真正的武士，而是演一个武士的人。相比上一张年老的武士，他的目光就缺少了那份犀利，虽然服装非常的华丽。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张中年武士，他手持两把武士刀，穿着传统的武士服，眼睛望着远方。这张可能是摆拍。从这张照片中看不出来这个男子是做什么职业的。他背上有个箱子，箱子上还有日本国旗，手上拿着铃铛，有点像我们国家的鸡毛换糖。如果有知道的读者，欢迎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哦。一个日本人正在处理鱼，他有两个担子，却没有看到烧火的灶，这应该是在卖生鱼片，切好之后直接沾芥末吃。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女人和穿传统服装的日本男孩，女子穿着厚厚的木屐，男孩则拿了日本传统的画。19世纪末，日本街头的鞋匠，他修的鞋子以木屐为主，谁让日本人爱穿木屐呢？1860年，华盛顿特区日本大使馆，日本访问团和美国官员的合影，这是来自日本第一次赴美外交代表团的抵达仪式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